尼农大峡谷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雨崩景区境内，别称尼农峡谷。是出雨崩的必经之路，沟壑纵横，挂壁羊肠小道蜿蜒。雨崩村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雨崩景区境内，海拔3000米。进入雨崩有西当方向和尼农方向两条驿道。雨崩村分上下村，上村可以通往攀登卡瓦格博的中日联合登山大本营。
而下村通往雨崩神瀑。团队的先在一边，后边叫其他人先进来。雨崩徒步路线是我国一条史诗级徒步路线，被驴友誉为地球上最后一片世外桃源。雨崩徒步路线是我国一条史诗级徒步路线，被驴友誉为地球上最后一片世外桃源。慢慢走。对，然后到酒店之后，等我在群里面截个楼啊。好。看那个图哈。嗯。这么高，好累。